吉利在国内汽车市场还是有一席之地的，今年也是推出了很多款，跟上时代的步伐，不断的在更新。在现有的条件下，也推出了一款四根排气管加持的小钢炮缤越，全新缤字辈小坦克还是万众瞩目的。吉利推出的这款全新 A 级 SUV， 基于之前惊艳上市的缤越，最大的更新无非是配备了吉利自主研发的 BMA 架构打造，是该架构的首款 SUV。新车外观采用了家族的时光竞速美学的设计理念，进气格栅分为两部分，中网配备的是星空回响，最外边的格栅是红色的，显得格外雅致。两侧鹰眼式大灯组配以 LED 日行灯，这样的设计给人感觉细腻又不乏犀利，并且新车首次使用运动版的黑色 logo。 整个车身采用了双腰线，也就是翼展式腰线，从后方看配以经过镀铬条装饰的悬浮式车顶，大大的提升了视觉观感。车尾部使用多个线条的勾勒，没有太夸张的设计，中规中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款车的后视镜是仿碳纤维材质覆盖，车内布局很显然用了很多的心思的，材质和颜色的搭配丝毫没有违和。悬浮式的液晶中控屏是两种界面可以选择的，加上三幅多功能方向盘，这种巧妙的设计很有科技感。SUV 在尺寸方面本身就有着很大的优势，缤越定位于小型 SUV， 车内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，非常符合现在年轻的消费者的诉求。长宽高分别为4330、1800、1609毫米，轴距2600毫米，在参数上看和同级别的车没有很大的差别，但其高度却有很大的优势，给人格外舒适的乘驾体验。动力方面可以提供以下参数做参考，其采用 1.5T 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77马力，峰值扭矩255牛米，发动机匹配 7DCT 湿式双离合变速箱，百公里加速7.9秒，其动力参数在同级车型中少见的。如果起售价合适的话，那我相信一定会有不错的市场。